我现在立马打电话给郑毅说，我要过去了。丹丹，俺奥双见面，我带你。哎，他跟我改约后山来，那离这好一段路，我现在马上出发啊！再见。喂，等等等，哎呀，你好，叶哥，谁不是英文呢？哎，下去。小姑啊，别客气呀，元仔早就想让我们姑嫂好好相处一下。 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大陆男人，条件包你满意。好。哎呦喂，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对，你要干什么？这刀是金门的吧？听说金门的刀特好使。你到底要干嘛你？用金门的刀削台湾的水果，倍儿棒。咱姑嫂啊。 就吃了水果，还担心呢，是不是？焦焦心，多好！哦，这条路哪会这么暗嘛？ 连这路灯拢无，这恐怖的呢！郑毅想做，要跟我有叠加。郑毅。 是，啊，你不是搞来病医提药啊？啊，提到变成个倒去急诊室啊？啊，我着雄雄哦，开喘袂过来，啊，感觉乌天暗地，毋才来挂急诊的啦。啊，毋过你放心啊，护士讲哦，是我伤过紧张，叫我精神放互轻松，安尼就无代志啊。
啊，即马电梯嘛吊煞，会当回去啊。啊，好啦，行，咱来回。嗯。所以这个。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呦！哈哈哈！哎，你画红啊？哎，画到真好呢。无啦，迄是我凊彩画啦。你凊彩画，就会当画到这么好？哎，拍摄叫我欣赏一下好不好？嗯。不简单，不简单。哇！无啦，迄拄只遐个话哦，是我后壁写的啦，你莫想伤济啦。安琪，我知影你即马哦，就敢剩你一个人，你也无亲无戚啦。啊，你心内一定足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啊，不过你敢真正已经完全放弃等待你迄男朋友？我知影，已经死啊。我嘛是因为认清这个事实。我才重新站起来，甲人接受。所以，你是真正已经走出那段痛苦的距离啊。嗯。虽然讲我无想要承认这个事实，啊，不过好佳哉有你出现在我身躯边，我才开始偷偷看清这一切。拄则我讲的话哦。你莫放在心上啦，我只是凊彩讲讲的。会当甲你做朋友，我已经足欢喜，足满足啊。是讲，搁会当带恁家带偌久，我嘛唔知。啊，不过你放心嘛，我一定会真紧哦，就搬出去，袂搁甲你惹麻烦啊。安琪，你无需要搬出去。我真无简单，才让你离开你迄个别庄呢。我哪有可能搁让你转去迄个黑暗的世界啦？安琪，起码你的身躯边已经完全拢无朋友，敢若剩我一个人呢。所以你放心，我的厝你会当永远一直住落去。真实的，我会当永远住落来。啊，不过我爱用什么名义安尼带落来，煞煞去啊！我无迄个资格。谁讲你无资格？只要你是迄间厝的女主人，你就有资格。我承认，一开始我对你的感情，迄不是男女的感情，我对你是一种同情心。我真正想要帮助你离开迄黑暗的世界。啊，不过我真正跟你相处了后，我才发觉，你真正是一个足善良、足单纯的查某囡仔。我罗国勇是一个有够复杂的人啊啦，所以我的另外一半。无需要复杂，安尼是加痛苦呀。我跟你相处哦，我感觉足自由的，足轻松的。我伫面头前，我完全唔免阁戴面具，无需要阁武装家己。所以我真正足希望，会当甲你继续共同生活落。所以，假使你若愿意，你若无去闲讲，我年纪大你遐尼多。你是不是让我机会，让我来照顾你后半世人？咱两个人，就安尼共同，互相依靠，
好不好？哎，我知影哦，我咧这个所在安尼雄雄甲你求婚哦，迄是些一点仔拢不浪漫啦，啊啊，我话阁讲了遐尼实际，啊，不歹势啦，我这个年纪啊哦，可能较袂记浪漫哦是虾米情形啊，啊啊，你给我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哦，我想，你安尼足浪漫的啊。 本来我的祈求，提供白人有听到。所以，你的意思是答应了是无？嗯。啊！安琪，我真足欢喜的。安琪，那呢哦？ 我就赶紧来准备咱的婚礼，吼！对婚礼了后，咱就当光明正大做伙，永远无人敢讲咱赢啊话啊，好不好？嗯。你再等我一下，吼，我来替你提油啊，安尼做伙等吼。 你甲许贝蒂的查某囝无死，我活咧世间 ，friend， 你是咩人？那发个这什么简讯啊？我甲贝蒂的查某囝咧，伊巴肚内就已经死啊啦，讲这物件来甲关生笑，是歪命。许贝蒂。 你哪里才做人啊？你到底今麦搁在搞群众哦？你是咧好笑？我是群众，你要创啥？一百收银，我是来服侍的。啊，电脑是你，啊是无法度偷放袂记的，所以话你群众我晓。我，别人都跟你讲遐尼多啦。我将证明代志要问你，请你交回答。当年。 你发生意外，你巴肚内个囡仔，敢真正死啊？你是条狗也好，咱两个毋是讲好啊，这个代志莫搁提起啊！啊，怎啊才离婚尔？你都起咧插我？这个人心肝内这个有毒啊！我是想要肯定，到底这个囡仔有死无啦？我敢有需要骗你者？假使讲我个查某囡仔若是无死。 我的人生够有需要过啊这么痛苦？你嘛明知影讲我伫想要生一个囡仔，结果你规工拢甲我冤家咧过去，你害我浪费遮尔侪青春。即摆你搁超过你问我这，你是咧智障哦？啊，不过安尼嘛好啦，可能家己个查某囝知影讲哦，家己个老爸遮尔风流，拢要交迄种少年的妹妹，所以感觉见笑，才会紧着转去重新投胎。 咱两个婚姻的失败，原因拢在你的身上，莫伫遐死遐的水杯。对啦，拢在我的身上啦。啊，你拢无问题，女朋友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加少年。拢我唔对，你拢无问题吼。女人的青春温柔只有对。 小姑子斗法累死我了。
赶紧睡个觉，明天一早才有体力。哎，睡觉，睡觉，睡觉啊！ 久等了！啊，老婆，看你都在被窝里面，我心里跟着痒起来了。嗯，空气，我热气拢热好啊，爱当来空气，安来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啊叽叽叽叽叽。 啊不不不！啊叽叽叽叽！哎呦！干嘛挠人家啊？我要睡觉了。哎，老婆，你怎么会这样？我是你老公哎。可是我要睡觉啊。打是情，骂是爱，你打我表示你爱我，我也好爱你哟。死了啦！ 我打你像记住，以后不要吵人家睡觉。可是哦，要做一下运动比较好睡嘛。啊，我们难得来这温泉饭店啊，啊就这样睡了，很可惜耶。做运动？你想要做运动？好啊，那我陪你。 跑完了，你叫我出来跑步干嘛？啊，再来后山走走，这运动多好啊！一会儿保证好睡。哎，对，当然好睡啊！爱骑运动当然很好啊。可是，为什么我跑步，那你骑脚踏车？我没有带跑步鞋啊，难道你要我穿便鞋跑？这么冷的天，不是为了你身体好，我还不愿意在这骑车呢。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啊？ 我本来身体就很好的，你看，我身体很好，我还可以倒着跑哎，我还打什么叫青春活力，40岁那是就几万万的。你小心点啦，这山路滑，万一一个不打眼。啊啊啊啊！哎，好。 没事，快上来吧，别玩了，快点，快点。好好好，嗯，啊，鬼，什么鬼？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鬼呢。 鬼啊！鬼啊！鬼啊！鬼在哪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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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成这样，你还过去？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给我，给我了！啊，是落雨了啦，落雨！落雨，落雨！哦，落雨，落雨！哎，娘啊，娘啊！哎，对，哎呦，对，哎呦，哎，哎呦啊！
哎，老爷，啊你嘴干啊流血啦，有要紧无啦？老爷，我感觉嘴子啊，无要很疼啦。好，我家在是感觉嘴子，哎个。啊，你不是跟小叔又在这边呢？他人呢？我不知道啊，我来就没看到他。然后啊，有一只虫子飞到我身上，把我吓一跳，就跌下来了嘛。吼，啊，这个阿姨也是痛啊啦！啊，不是我要邀你去饭店房间，你有一只惊喜啊？不对，我们中计了。中计？中什么计？哎呀，先别问那么多，我们先去108房。刚不见哦。我怕但是家流水子哦。哎，谁呀？谁？哦，就听嘞。不要紧啊。哎，你有带房卡吧？啊，有。哎，哦，你们过来呀。哎，没有。哎，哦，瑞，你那伤啊这严重啊？你那把身体包油啊？若鱼摔成这样，我就觉得事情不单纯。小叔子好好的约他去后山，却搞成这样，这里头一定有鬼。反正我们先进房间了啦，你别给我闹事哦。反正你现在就不准进去了。你俩是不是休困？哎，当天我房间休困啊？我才在你房间耗半天嘞，现在看着你就累，还去你房间坐呢？再说了，这是若鱼跟小叔子的房间呢，我们进不进去关你什么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你给我拿来！哎，你给我拿来！不要抢！不要抢啊！啊，不会吧？你在掩护谁呢？该不会是那女议员？哪有可能？阿健，你还睡在房间内底？你别听那边有白讲啊！来，你根本就无人啊！那你犯不着藏人掖着呀！给我。哎，给我！不要抢！不要！像这型的是要怎跟人，跟人安怎啦？要传简讯，这看到有问题啊嘛？简讯是你传的对不对？是你把若鱼骗后山的，是不是？下面简讯，我唔知啦。那你怎么会在这个房间里面？是阿姨要我。哎，不要脸！小叔不可能约你的，肯定是你自己倒贴上来的。我起来，起来！哎，你们只会吓我，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居然两个联合起来给小叔下套！
你在讲啥？我真正拢听无呢。我介意就真正是你家的巧遇。伊讲想要饮一杯，倘若伊无伫咧，有话要当我讲。伊讲伊一世人只爱我一个，会当若伊结婚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恁大家拢逼伊啦，伊才袂当唔娶。其实伊心内一定拢是爱我。小姐，这叫还是阮妈留予未来新妇传家之宝的，这家己都有遗憾，哪会伫你遐？是阿姨给我啦，伊讲这就代表伊上爱我。伊讲看到玉环，就亲像想到伊同款。阮就哪讲哪啉，尾仔就醉啊，对。就上床啦！不要脸！我看分明是你设计小叔的，我才不相信小叔会吃了碗里面看了锅里面的呢。哎呦，啊这手环连晚上的手头这意思已经真明显啊！您放心啦，等阿姨起来了，我一定会叫伊对婉萱负责到底啦。好啊啦！你莫搁乱笑话好无啦？我嘛唔相信阿姨安尼做，阿姨顶摆啉烧酒醉，闹一堆笑话，以后伊就作歹啉烧酒。更加我唔相信伊会甲李婉萱单独啉酒啉到安尼。我即摆叫起来，问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阿姨啊，你真神啊！啊，你困到安尼啦，阿姨啊，你困到安尼啦。哥，我问你，你是嫌李婉萱啉烧酒？啉烧酒？有啦。伊若讲要啉一杯分手酒，啊，啉了以后，以后就袂叫了个落月生活。伊叫伊啉就啉哦，看起来你根本无当好好对伊的感情吗？那安尼，你就无啥物叫你家己跟我做伙啊？落月，敢是落月？哎。落雨，落雨，我咧等你啊！阿姨啊，落雨，阿你落雨，你落雨，哎，阿姨啊，你阿姐，你是安那啦？阿你阿贵人阿狂心狂心，你是安那啦？落雨啊，落雨，我要去找落雨。阿姨，哎，落雨，阿姨，阿姨，大姐，我可能阿你根本就唔是啉烧酒醉，我问你。你酒内底是掺料啊？无啊，阮就干那啉酒尔啦。哈，真相大白了哈，一定是你设计小叔的。做女人不要这么悲哀，像你这样，十个男人十一个也跑了。没啊。你爱做干嘛想过无？你爱创阿姨和洛雨，就算讲洛雨无合你的缘，你嘛无必要安尼做啊！那是要霸占哦，看我哪解死他！我你安那？你咸点啦？你这么恶毒哦，何解做阿兄嘛感觉做无面子的？你家己好好检讨。哦，原真正是家道失败，回去哦。我才好好跟你算，走。这可得好好跟你算。哟，快递哦，什么人寄的 ？Friend。什么人啊？
总裁，阿是安怎哟？看起来怪怪的你。我高雄莫怀疑，你可是贝蒂的查某囝，确定无事。唔是咱验只 DNA， 有机会和你讲你查某囝下落咧罪，事实确认了。有一个俗名叫做 Fred， 伊既然讲我甲贝蒂有个查某囝无死，啊，伊即马甲这头要互我，啊，我去检验。没哪有可能啊！哎，夫人就讲，迄红衣仔未出事就无疑啊，这个是恶作剧啊！我真心真，哼，无紧啦。有滴有这头问题啊，我来验看卖。若不是当年许贝蒂咧骗我，就是这叫啥名？你这个夫人在咧搞成啥，对不？迄个传讯息啊，总裁的人，该咪是秋云？秋云，嗯，你是知影什么人？叫这物件给我做？无啦无啦，我唔知啦。总裁，你这件代志哦，交给我来处理。我替去邓龙时已经被我查好了。我咧讲，叫征信社落去查。查看卖吼，这物件对倒一个地址寄出来。总裁，啊，这头门，这头门我会亲身提去检查。那我查出来这下，这 friend 是咧搞我装傻的，我是保证你家抓到。这个物件敢会是秋分寄的？啊！秋芬为着我甲贝蒂的代志，都已经遐尔怨恨我。假使我若是搁出卖秋芬，那呢，伊就永远袂原谅我。我是变哪只好啦？这内面有两个检体，麻烦你用上紧的速度替我检验。麻烦你啊，愈紧愈好啊！你放心啦，因按检验就出来，到时阵我会打电话给你。好，多谢你啊。阿姨，你真正有够厉害呢！即马迄个罗高雄哦，已经讲要跟我结婚啊。罗高雄这个人吼，伊是标准的大男人啦，什么代志都要照伊家己的意思。所以你只要卖听伊的，小可刺激一下，伊就会中你的计啦。说落来吼，你就是准备你的婚礼，啊，我就准备送伊一个大礼。阿姑阿姨。你最近哦，爱较细伊个，伊罗高雄哦，这种搞才艺的个性，伊应该早就去调查讲，迄个 friend 是谁。哼，你放心，我袂会差到我这来啦。那安尼，你拍算要怎做啊？我是已经拢安排好啊啦，所以讲你万别问遐尼济，叫我只是去做对伊。既然要对付伊，我都袂让伊知我真实的身份。啊，不过阿姨，迄罗高雄敢真正参像你之前讲的这么歹啊？迄天哦，阮在看天星的时阵啊，我真正感觉讲哦，伊对你的思量是足真心的呢，无参像是在演戏啊。真心？嗯。迄是因为心虚，伊感觉伊对不起我，对不起家己的良心。我当初是对伊伤过伤心。这害我吃三十几年的苦，所以你千万别当相信，因为查甫人就是安尼，骗子是专门咧骗相信伊的人，知影？
即摆亚洲银行股价已经拉到一半，我感觉手头股份都卖出去，就等于是讲我的财产卖去了一半，我真正足唔甘。好啊啦，会用赶紧把股票卖掉，保护损失愈来愈大，安尼人生真好啊。你讲的我拢知影，啊不过我就是感觉真唔甘。我讲卢桂芬，我总会做，我若是有病，一定要教死伊。弟哦，伊伫咧克服这种小块代志，敢会好个？人要向前看，即马哦，还是赶紧想要安怎把钱赚倒来，较实在啦。对啦，你之前毋是有加码买万隆的股票？看起来你卖公司股票了的钱，真紧就会当赚回来啊。是啊，刚才有这只金鸡母，我想哦。万隆的股票一定会当给我，还要把亚洲银行卖掉的损失啊，都赚好回来。我今仔身份是总裁，佮加上你报考好康个，我赚袂少钱，所以我才来换新车。而且我嘛好订一间白总，伊也办过户。老实讲，我当较早抓到你，我今嘛用到是安尼。我无你讲个遐尼厉害啦，是你家己个哦。姐，我讲个是真心话，我真正最后悔。当初对不起你，你比子瑜好太侪啊！你那就高升不紧，阿哥你的能力嘛比子瑜强。这边我袂阁错过你啊！今嘛才知影，敢袂想卖啊？袂啊，哪会想卖？只要你会想我来，阿哥有我，一切拢会。子瑜，你看。要找这借口，甲恁妈妈讲，你应该我要回去啊！我带你去一个好所在。什么好所在？一个会当纪念好所在。所以你怕说银行买回去啊？顶边志云老干呢？这边你喜欢怎甲伊交代啊？要交代啥？莫猜就好啊！你意思？若是要逼志云跟明杰离开，这是上好的办法啦。好啦，就照你的意思。好，就这。王总诶，是安尼啦。咱之前有合作养生村的工程，我想要请你，还佮你的工程班继续做。啊，不过我听讲，因为亚洲总裁已经换人啊，啊，所以养生村的计划已经发生干毋是？虽然讲亚洲集团的总裁换人啊，啊，不过阮天成还佮亚洲的校友还佮伫个，啊，是爱照校友行完成这个工程，所以毋才会请你来斗相共。好，安尼我知影。安尼，我需要联络建材商，甲调人调过去。等明仔到这以后，就马上开工。安尼就麻烦你啊。哦，对啦，明仔载就是养生村的动土典礼，现场就要麻烦你准备一下。哦，无问题，那我先来报应。好，多谢你，再见。雅欣，小米，佩佩，金妹来。对啦。雅欣。你看你的桌子啦，那公文哦坐到那山嘞，你一定无闲归透早哦。等一下，跟阮做伙去食饭，休困一下，啊下晡我们才有开来继续拼。因为阮妈过身的关系吼，
真侪老客户拢走去啊。最近天成的股价阁一直落，我拢在想办法第一挽救天成的股价啊。那呢？你敢有想到办法？我是认为讲，爱互投资者有信心，就要提出实际的成绩。所以我头拄仔毋只约工头来讲断工的代志，赶紧进行杨春春的计划。一方面会当完成春英的梦想，另外一方面嘛会当让社会大众看到天成的神迹。嗯，你安尼想真正足好诶，我赞成你安尼做。我嘛认同你的做法。也毋过前一阵啊，亚洲集团出现债务危机，我甲仁腾阿姐才去亚洲集团促销甲伊合作案。尤其今麦因公司是张明姐在做主，我看你也是较细腻较好啊。这我知影啦。啊，不过养生村的 case 是有签合约的，有合约的保障，我想张明姐应该蛮高袂来。阿心，你家己哦爱较细腻、较注意的，有啥物代志拢爱甲阮讲，咱是好姊妹啊，一定甲你斗三工，替你分担的。向你拜拜，多谢您啦。哦，对啦，明仔载吼就是杨生村的同头典礼，你嘛做伙来参加，好不？无问题，我一定会去参加。嗯，好啦，咱去食饭。嗯嗯。喂，我进前来订迄批建材，即卖啦。哦，好好，你赶紧吼，帮我送去甲亚洲集团合作迄个杨生村工地吼。我就要复工啊啦！洪总诶，真久无看诶呢，你甲嫂仔过了好无？还阁有你诶小三小四，应该拢相处了袂歹哦。喂，先安尼，我伫要靠你吼。谢子晴。啊！咪听讲你已经离开天成啊，那搁伫只附近出现啦。总啊，看到我无说遮尔紧张，较早你对我遮嘛摕到真侪好处，今日来找你是要帮你趁钱的机会。歹势哦，我无想要甲你有啥物交集啦。总诶，做人唔通遮尔啊现实，你有当作是嫌我冷静。那安尼，你伫外口饲小三小四的代志，就袂有人知影。朱若愚回来，到即马拢还袂甲你讲话。啊，参像伊今仔脾气遮尔歹，度量阁遮尔细的太太，以后恁两个做伙一定有阁较细的代志会冤啊！你是毋是应该阁考虑一下？瑞，啊你起来哦，我带你去学校好不好？啊，等下顺顺阿妹早餐给你吃。瑞，你若是有话，就直接跟我讲啊。你会当骂我，你嘛会当怪我，你嘛会使直接问我，你嘛一定莫跟我讲话好不好？你免上班哦。我已经请假，若是无甲这个代志讲互清楚，我做啥物代志拢无心情。我真正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你相信我好不？李婉萱去找你，你着回伊入去房间哦。迄时，伊直接入去的啊，我叫伊出去，伊着歪出去，硬讲要啉一杯啥物分手酒，伊才愿意走。迄杯酒。是伊逼你啉的，当然不是，是我家己。我只是想讲，啊，啉完这杯酒伊就会走，我真正无迄个意思啦。你明知影，你完全想无对。你现在做，搁要给伊机会来接近你。你现在做，要给伊入去房间。你现在做，要啉迄杯酒。万一伊有进一步的要求，你拍算要安怎做？你对伊的要求，拢袂遐齐全性。我嘛是用设计啊，你若讲到我敢若存心要甲伊旧情复燃同款，我就无迄个意思嘛。你即摆到底要安怎做，你才肯原谅我？你到五岁，我原谅你。陆羽。
哎呦，你哪里给破了呀？若愚啊，阿姨啊，已经给抬头，老大有两个你回事的呀，啥你都唔肯原谅伊啊？这小可仔事，让你着张这样子顾，要跟你做阿婆真正足忝的呢。啊，本来就是小叔子没原则啊，让这狐狸精一言得寸进尺，他也不警惕。换做我是若愚啊，早就给他两个大耳瓜子。 没啊，啊！你嫌李婉萱串通变弱伊，哎，这就是唔对。啊！你可能面讲白啊，弱伊哦，害恁害到连要出意外，莫怪人弱伊生气啊。哎呀，唔是够爱念你啦，你着含前女友李婉萱着卖阁做朋友啊！你对啥人客气袂爽啊？咪啦，你愈冷静，伊愈可能足容易破坏恁的感情。 恁两阿公，我有感情，唔是敢靠落去一个人去坚持，恁莫提出太多来。哥，你是咧有白讲啥？啥物连朋友拢莫做？你原先款人敢通做朋友？无在害命，仙人跳的，迄是我的面子，若无我不准你含伊做朋友啦。当时间学会晓，甲家己的小弟仙人跳，那爸知哦，都甲你好处理啦。恁大家拢共款呐。 拢嘛徛咧伊迄边，甲我讲到遮尔歹听，伊本来就是一个自私，啊，搁爱了麻烦的人，伊敢讲拢无唔对，伊一家人都甲咱当母甲家庆不宁，我稍微一定要接受伊啊。谢。各位，莫讲话啦，是阮家己成歹，伊唔只安尼无法无天，啊，有哪伊啊，一定知影唔对啊啦。 伊只是无完结，也毋过完全无反背你的意思，你就原谅伊啦。陆羽，爱情守则第一条，老婆永远是对的，老婆。 对不起，别再打听，去晚上。老公，你超牛的，说话好有气势哦，头头是道，杀伐决断，超威风。真台主的，老公话就有地位啊。 我是很man， man， 绝对 man， 超 man 的。可是肚子太大了，开心。可是还是很 man 啊。想不到，咱搁会转来这个所在。当初，咱上快乐。 上痛苦的记忆，拢伫遮发生过。今日就地重游，哪会感觉好亲像过足久啊？静，我今日就是要回来，回来，那或许众生的所在。我今麦开始，才会回忆，敢若不快乐，无任何痛苦。 明姐，多谢你特别安排这一切。你敢知影，当初你反背我的时阵，我的世界规个拢毁掉啊！迄当阵，我的反应伤过大，伤过冲动啊，才会甲你分开。确实讲，我会当冷静落来，甲你做伙面对咱的感情危机。 无得卡，咱即卖已经结婚啊，咱嘛袂各人拢有一段婚姻，甚至阁发生遐尼侪无欢喜的代志。静怡，我真正最后悔，我当初只是糊涂，才甲事情发生，不应该发生的关系。你对我好，我唔知我要安怎好好珍惜你，甚至你我得罪，我真甲。
我怪我家己心肠一硬，我嘛不知影讲我是不是运气，伊拄仔才两大门清。所以，我才会伫我上咱两个时阵，放下咱感情。这是我以前拢爱怪我无当当，可是讲，会当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袂放弃咱感情。明姐，你敢知影？我等你讲这话，已经等足久啊。好啦，我看吼。 电话阁无接，直接转语音信箱，一定是搞我后背，说拒绝来电才安尼，才足过分的。唉，这老公哦，甲老婆的电话设为拒绝来电哦，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啊，为什么让我生气的？安尼就得去哦，气袂完呐。啊，亲像你即摆安尼啊，出来哦，开钱出出啊开咧，安尼毋是真好。 做某的人哦，千万唔通替翁欠，迄欠来欠去哦，敢若会欠去互小三开。好啊啦，莫阁想起啊啦。这个世界上吼，敢若有两种查甫人袂偷食，头一种啊，就是还袂结婚的啊，因为无结婚就无偷食的问题啊。啊，若第二种哦。 就是已经死去，但是阮翁啊，伊即摆已经死啊，伊都无再条变鬼变怪啊。所以哦，只要是活的，唔管哦，伊是剩一口气，还是剩半口气哦，拢会偷食啦。啊，你嘛无需要再生气啦。啊，你安尼去哦，是会气死你家己。这唔就是讲，所有的查甫人拢会偷食，这什么道理啊？安尼唔就把偷食合理化？ 好啦，你莫这样唔甘愿啊啦！做某的人吼，这心态都要小可调整一下啊。来，我豆豆开话互你听。我甲你敢唔才是？哎呦，这一回生二回熟啊，真紧咱两个就会出息个啊。等下我甲你爸爸结婚了后，咱两个就是母仔囝呢。而且哦，我上介绍查某囝啊。 你看阮小白雪啦，我甲疼小囝呢，互伊手不挡三步呢，偌尔幸福呢。你做你放心啦，我对待你吼，绝对袂偏心的。人外婆哦，已经叫我一声小妈呢，啊，你要叫我看卖啊无？叫我吼，我就送你见面礼。我拜托者，外婆哥即摆头脑空空，你叫伊你黄太后，伊嘛会照叫哦。啊，不过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敢毋是？ 我甲你讲啦，我绝对会比你亲生妈妈吼，佫较亲切啦。啊，你真正别甲我叫，叫我这小妈吼，好处多多哦。我伫文庄饭店讲生理，无相信啊？你看相片啊？啊，佫有，莫敲电话给我，影响到我甲客户讲生理。 原来是在讲生理哦，安尼就莫想遐济啊。唔对，这张相片顶关的鞋啊，明明都是查某人的鞋啊。
背影，敢那参像是叶剑英呢？叶剑英，骗我是去讲行李，根本是跟叶剑英约会嘛？我抓到哈！哼，这个张明杰吼，真正有够不是款的呢。啊，头家也袂晓切嘴，真正有够无尊重你的呢。子云，你做你放心，你小妈我吼是抓狗达人，和我抓过狗山哦，一日都走袂去。行，咱来去找你张水利算账。来，物件摕，等一下吼，这路的咱出卡电话恁爸，叫恁爸吼做伙来去学围攻。即摆吼，咱绝对啊适合天罗地网，绝对袂让这只狗山闹狗去。行。我不要报奖金啊！我这些钱没有拿回来。我是林先生，听好，来，请你倒酒。建英啊，我一个人泡温泉，一个孤单，要做阵啦。我安尼拖时间，志云应该得要到啊。我有拍到饭店的 logo， 应该袂戆甲找袂到所在。建英。你若是无要入来，咱呢，我就给你拖落水哦。来了。快快啊，你来。这是阮家的事，唔免你管。余志，我真正无得阁忍受。你想安怎？谁知你啊？为滴哦，我就是爱见你，真正是，今嘛是，未来嘛是。你只管过去就错，我每讲一错再错，不过一时心而已。张明杰，我没信心，我根本跟你同归于尽，我会帮你耍，我跟你拼了！兄弟，兄弟。来，小姐，用手拍我爸的疼。来，继续给你，小猫，全力支持你，去。张明天，怕死。别搞头，你搞头对不客气了你。张明天，走。啊！走。于志，我才懂。我跟你离婚，我不全看着你啊！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对吧？今仔日成功啊！你怀疑啊？
甲安尼退兵，你有够拍算的。张明杰，你莫连讲哦，志云这么走啊，你就无代志啊。你免想过小孩，我绝对哦，等于甲阮小强哥讲哦，你有寡尔恶志啦。你准备哦，回北港的，等你到哦，等好车哦，拜占七月。还是新电机，把恁家的代志处理好才讲啊。我即摆心情嘛拢较歹啊，我先来躺。无人爱我，因为安尼，我活的有啥物意义？就算我消失，妈妈来会感觉可惜。性命，就算讲你老公较济万岁，更加艰苦嘛是无采工。你唔当做戆代志，你紧倒来好无？你莫管我啦！现在这世界上，已经无人爱我。我活的每一天拢是折磨，我无想要再倒苦落去啊！戆囡仔，你还顾爸爸妈妈，顾哥哥啊？即摆佫加我一个小妈，大家拢只关心你，就请上你个啊！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啦，万一你若想安怎，大家拢足艰苦个呢。拜托你啦，你要做戆代志，你紧落来好不好？勇哥，我人生，我人生已经好勇气啊！我真正唔知啊。我真正不知道我未来日子是要安怎过。志玲，你怎么在做啊？你哪？婆婆啊，我的良心，我计错你的张明杰的心胸，但不过你说谎骗我，我真正就痛苦的。我心上足痛苦的。我知影，我知你足痛苦，啊，不过你免惊。张明杰伊安尼伤害你，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我绝对会给你付出代价。爸爸会给你挖坑，你即马先听话，落来好不好？我无爱，我无爱。
法度讲你想，我啥物就换不来痛苦啊！我要让你后悔，我要让你亏欠我一世人。不是，不是，子瑜，你若真正死去，张明杰伊们也袂艰苦，你顶多是会继续消耗咧过日子。所以你若真正唔甘愿，你想要报复，你就要好好活落去。你啊，起码就看会得到报应才对。我无想要再拖磨落去啊！我拜托你，你替我跟我妈回信嘞！我无法度，我再陪伊啊！我拜托你，你替我，你替我照顾我妈。子瑜，子瑜，不，你也真正要跳落去，爸爸陪你做一跳。小龙哥，你敢知啊？就人风走了，我逐天拢勉强我家己一天一天过日子。啊！不过我惊瑞峰会烦恼，我惊仁凤在天顶伊会怪我，伊怪我是安怎不爱好我活落去。我即摆上解放袂落，就是你甲袂放，因为我亏欠你兄妹真正太侪太侪。不管当初是安怎造成这个状况，我拢绝对有责任，爱照顾你，爱弥补你。现在外婆他留在业界变到这样，假使便利也没在这个世间，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子瑜，若是你真的不想要我，不要紧，我不阻挡，你放心，黄泉路上，我会陪你做伙行，我绝对袂放你一人孤孤单单。因为什么？这是我这做爸爸，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代志。子瑜，我真想要拜托你，好不？我真正超爱你的，你若跳落去，伊绝对对你跳落去的。你若真正跳落去，我也无想要活。规气咱只会跳落去就好啊，安尼就三生三命呢。所以我求你，我拜托你，你莫让恁爸爸烦恼，好无？你紧倒来。其实你的心脉，你真清楚。张明杰根本不是一个好的红杉，只是你唔肯，你唔肯承认，你唔甘愿放下。其实你真正唔免惊失去这款人，在我面头前，你嘛唔免惊无面子，因为我是你的爸爸。不管你将来是好是歹，是艰苦是欢喜，我拢一直永远留伫你身躯边的。宝贝查某囝，你还阁少年，除了张明杰这个笨手以外，你的人生还阁有真侪选择，就参照今麦同款，你还阁选择继续好好活落去。只是以后，你要为你家己
好好活落去。你是我的查某囝，我相信你绝对有法度克服所有的难关，予你未来的生活过得比以前搁较快乐，搁较精彩。没事，爸爸会永远留在你身躯边，没事。姐啊，啊！你是安怎样要跟建明做伙，啊才去予紫云抓到啦？那今嘛杜仁德哦，卡来咧厝的哦，过要过来谈判啊啦。我嘛知影讲哦，建明较好，不过你嘛无需要甲场面哦变甲遮尔啊歹看。而且紫云今嘛，搁有杜仁德哦，咧予做靠山伫的呢。这个人哦，矮人高兴哦，是足歹应付的啦。万一若是搁对你哦起脚动手，还是要安怎样啦？妈，应该来嘛走袂去啊！你不是嘛无得领受迄余志宇？啊，既然安尼，我甲你讲破，我当初嘛是因为这无问题，才甲伊结婚。即摆我结婚啦，嘛是总裁，而且我已经嘛袂少啊。我当然要把我所爱的正英留住。你讲安尼算是无唔对啦，重点是哦，子云伊肯放手啊，唔肯放手。无代无志，娶到这个转来咧夹鸡，你夹一尾虫都爱尻川猫，三猫。张敏杰，我无想要跟你哥哥争啊。甲你做伙，是我这世人上大的错误。咱离婚啊！大家不说啰嗦了，离婚协议书赶紧签签的。以后大家都缠无到水无流，路人若小拄到，当作无熟识就好。哈，恁来讲到这尼啊简单哦，话离就离哦，啊，唔着看阮肯啊唔肯。阮明杰哦。为着子云哦，头路拢无去哦，连主任检察官的前途也煞乌有去，哪会遐讲离就离？上届无哦，嘛爱提出主任检察官的薪水，以三十年年资算，做一遍六六的哦，当作是赡养费。哇，直接听袂落去，无你即摆先讲梦干呀？什么主任检察官的前途？迄若不是阮紫云软心吼，因这口破龙宫的，早都唔知去用倒做几块，等咧路边咧饲狗啊，佮有才调开房间。张明姐，紫云这世人嫁予你哦，敢若有一个原因啦，就是顶世人去打破恁家祖公啊十八代的黄金梦啊，这世人才来行啦，行多好就好啊啦，唔通佮想想要挃什么赡养费啦。啊，若无是有报应，你着佮说你的。唔通哦，啉水去砸着，食饭去过着，行路去跋跋倒，然后开车去弄弄着啦。啊，无你是讲啥话？搁讲啊，这尔啊，算我袂跳针哦。你即马讲啥？紫云嫁来，阮才是咧害者。欧巴桑，你也搞清楚。哪管我做这打嫁的人哦，一日干会气心露面呢？气到我暗时啊，拢无在调，困我的旧枕头拢摇起，嘿，我才是咧害伊者呢。好啊，既然讲哦，大家都无法度阁继续落去吼，归归离离的也是好啦。
妈讲哦，但是提出讲要离婚的人哦，真该提钱出来，这是真公平啊。啊，若无会用的，弄甲囥的，看什么人哦，冻较久。嗯。你即马是咧讲啥话？做人处事，唔通伤过过分哦。阮今仔来是要将这段婚姻做一遍处理得掉，所以赡养费阮无甲你讨。你即马反头要甲阮要求啊？你即马是头壳歹去先？不要紧啊，无归期先卖离婚，阮直接去法院，告张明杰甲叶剑英通奸，恁等咧接法院的传票就好。啊，好啦好啦好啦，你啦你啦，归期是你的啦。啊，明杰啊，今届离你，准妥煞。你莫安尼先哦，互相哦，带咧告来告去哦，爱先做歹看的啦。而且你即马是总裁呢，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啊万不哩吼，若去互伊告成功哦，啊反倒当要搁来提钱哦，安尼咱都算袂好，哈？我本来就真无用签，多谢你帮我做。为今仔开始，我都不是张家的媳妇啊！我敢要回去严家，严哥，我不是严家的人啊！我已经无厝头好回去啊！以后要安怎才好？我知你即摆真艰苦，啊！不过你换一个角度去想，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才有法度予另外一个真心咧爱你的人来到你的身边。所以，你要好好面对你家己的人生，为着你，嘛为着你妈妈，勇敢活落去才对。就是讲啊，人在讲哦，树根若烂，早晚会倒啦。啊，张明杰就袂输甲一丛烂树啊共款，愈早离开伊愈好，较袂倒一天伊若倒，万不利若得着家己是要安怎？
啊，你还阁少年，生做遐尔水着。啊，离婚只不过袂输敢那鸟仔哦，飞出鸟笼仔内底，啊飞去一片照大片的树篮仔来啊。啊，伊内底树仔遐尔济丛着，看你要停在倒一丛，拢又在你拣啊。比张明杰迄丛烂树仔好的一大堆，这离婚你唔着应该欢喜，唔才对。 罗天长讲了无唔对啦，从今以后啊，你无需要为了这段错误的婚姻继续去为难你家己，你嘛无需要委曲求全，你无需要忍受别人对你冷淡的态度，所以你现在唔是无家可归，连到是你想要去倒位，你就会去倒位，因为你已经自由啊。 多谢你。好啦，你妈想我坐啊，我看暂时你先搬去我遐住，啊有啥物代志，等你妈妈交报出来了后，咱大家再做伙参详讨论，好不好？我先上去坐。 我看我有代志要找贝蒂啦，啊，不过至于安尼，我真正无得放心。若是你会用一下，啊，麻烦你陪伊一下，先好好甲开破，莫阁让伊安尼想袂开啊。你放心啦，积极正面、乐观开朗是我的个性，至于哪个好我，绝对无问题。 Friend， 既然讲我甲贝蒂有个查某囝无死，啊，我个查某囝也无死，啊，唔着你个手头。这 friend 若是秋分，那呢安琪唔着是总裁查某囝，切，不可能。秋分伊亲嘴甲我讲，讲这安琪伊是领养的，应该袂甲我骗才对啊。 我是卖咧，我袂想啊，这夫人的可能是别人，也不一定讲就是秋分啊。喂，哎，张先生，查出来啊，快递地址哦。好，哎，等我一下哦。过来，你讲我听。 嗯嗯嗯嗯，好，一段265号。好好，多谢你，多谢多谢。这个地址，哪会这么熟？啊？是贝蒂即马所住饭店的地址？ 要哪样呢？新妇啊，啊，你个人都忘记啦。啊，地址是咧住是啥物人，你也知影，你有紧甲我讲。总裁，伊个征信社查到这个地址，啊，既然是贝蒂即马所住的饭店。 我着知影是咧变鬼变怪啊！你真正是土匪听的。总裁，哎，你小等一下，总裁。我真无简单，知影我有一个后生未婆，啊，不过我也未去介绍你，伊就为着要救我受重伤。结果即马规个行为拢退化，无法度甲人正常讲话。啊，不过好佳哉，志云。 已经离婚啦，伊真正脱离迄个无值得伊付出的张明杰，伊总算会重新开始过伊的生活。安尼嘛袂歹啦，啊，不过迄个云美凤要出嫁啊，伊是绝对无可能放过张明杰，伊一定会报复伊。
叶尚明姐哦，嘛是家己做得来的啦，受到报应嘛是应该的。啊，不过我真正想拢无呢，迄个叶静英看起来就翘翘啊，啊哪会甲昌明姐阁好好啊？嗯，可能是这叶静英啊，伊有其他的想法啦，啊其实咱无需要管因的代志啊。啊，对了，之前你甲罗国雄离婚的时阵啊。 伊也财产大部分拢罗元凯亲家名，所以你嘛要摕到你原本想要摕到的。后来伊开新的公司，伊的智慧型手表比咱真好，你嘛分无到。安尼算起来，你这离婚是不是真袂好？客偌济算偌济啦，啊以后的代志，佮慢慢仔想办法，一步一步来。 就像七点零七个这么急吧？徐贝蒂，我你是安什么心哈？你那有你死去查某囝的骗我，那嘛是你的骨肉嘞，无你良心要告破去啊！啊，老公，你莫对贝蒂安尼起卡动手。老公，你是咧起笑笑？ 人讲食有屁的，狗望酒，啊！你望酒无顾，就连咱拢向食的哦。咱两个人是讲好啊，绝对无顾提起咱查某囝的代志。啊，即摆是安怎啊？伊在咧偷望啊，要叫你找一个甲黄阿姊共我少年的弟弟甲伊冥婚去啦。没你讲无事啥个啦？你家己做啥代志，家己心内有数。徐美弟，要讲清楚，讲清楚。好啦，好啦，好啦，来，总裁，总裁，先莫激动啦吼，莫来处理，莫来处理啦吼。美弟啊。 你就是为是讲啦，啊！你嘛知影总裁伊上要紧就是囡仔的代志啊，你安尼家创治，真正有较过分啦。周信武，那你嘛头壳一空哦，你两个咧讲啥，我真正听拢无啦。啊，讲你地区，来，我咧讲，这啥？这啥？恁阿兄杜仁德就是新秘人嘛，这全世界拢知影哦，伊外号叫做 boss。 啊！你徐美弟，煞规气乌一个名，叫做friend，伊你只乌样乌样呢，为什么情形啊？哎，你这个虾米啊，会当换一只较新的未哈？起来，我看啊！我看你根本就是去诈骗集团骗去啊！因是超过伊设计要骗你的钱，恁根本就无应该来找我，应该紧来看一六五专线报案才对啦。 你真正搁要嫁唔？好啦，何国勇，你是凭啥认为这种简讯是贝蒂传的？我咧外办公室，我收到一个真奇怪的快递，快递就是用讲吼，我甲许贝蒂有诶查某囝，既然无死，结果我查咧到底，迄个快递是对这个饭店。 歹势吼，全台湾省有几多千间的饭店呢，会这么仔细，这饭店甲徐美娣住咬紧。嗯，哼，是讲你嘛真好笑呢。贝蒂若真正有心要甲你创治，伊敢唔需要用这个主机寄快递给你啊？啊，唔是等于甲你提醒，互你即马走来遮花啊？啊，若真正要安尼，伊规气伫个快递的包裹内面，直接藏伊的名片，啊，毋是更较紧啊？ 总裁，迄杜文德安尼讲，毛道理呢。哦，即件代志哦，咱来较慎重来做些调查咧啦。莫我像真古，若我证明是恁这对兄妹啊，用我死去查某囝来骗我，我来讲，我绝对袂帮你耍。我则要甲你讲，你毋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规个人安尼气噗噗的。你家己讲我白白将。 互人甲你戏弄，人甲你认同说，迄是领导的代志。啊，毋过，你若是甲贝蒂卡着，莫讲你袂放我煞，都换我对你无客气啊！哎，好啦，总裁，慢请大家再搁讲啦吼，行啦，行啦，行啦。
我即马是无证据，我唔对啦。啊，不过你真少个想看卖。当年我甲许伯弟所伪造假死许伯弟，不对啦，这代志甚么人知啊？你、我、许伯弟，啊，咱两个无可能是变的啊！啊，你非得一下，都许伯弟嘛？敢会是秋云暗中咧创治总裁计划？ 啊，即马秋云伊嘛无信任我，我要问出真相，即马才困难。唉，这是要安怎才好啦？喂，亲子鉴定报告出来，好，我随到，行。老人的青春温柔只有对。 竟然有一个查某囝咧做干咯，这是什么情形啊？哎，我来总裁啊，哎，这件代志哦，我真正我安尼愈想愈唔对啦。你想看卖贝蒂，伊个性遮尔刁直着，伊无可能会做这款代志的人啊。敢咪是有其他的人哦，想要害贝蒂，所以才用贝蒂饭店这个地址哦，调过去要让咱误会。哎，是。 你搁害我这个特别的 friend 失望啊！啊，一个快递的地址会当证明啥物？唔通搁乌白药啊！请你耐心来等候，只要时机若是成熟，我自然会让你知影讲我是啥物人。啊，搁有你查某囝的迄啰 friend， 哎呀，总裁啊，既然你写，你表示讲迄饭店住址的代志，就是调过去要让咱误会。 这件代志肯定不是贝蒂做的啦。你免替许贝蒂来解释啦，啊！你愈替解释，我就感觉许贝蒂愈可疑。无唔对啦，一个地址又袂当证明啥物啦。相对的，一个简讯嘛袂当证明啥物啊。我嘛听我讲，我这代志会当讲自头到尾就许贝蒂的自导自演的啊。好啦，哎呀，总裁，我知你安尼想是有道理。莫搁替伊讲话啊啦！ 这个代志无论如何，我一定查清楚了。真正想袂到，我老公竟然有一个查某囝咧做奸呢！啊，你这夫人是甚么人啊？啊，连我这个查某囝，到底是伫倒位啊？
你来啊！你的消息，阁真灵通诶！是安怎讲我的消息真灵通啊？你毋是因为知影讲我离婚，才有想要离秋菊啊？离婚啊？敢是因为咱诶代志？姐，你嘛真清楚，我早就想要甲志云离婚啊，结果我就无爱伊。我最后甲伊讲过。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即马我拢足够够啊！安尼嘛好，阿姐要无得，就是要让志云离开张明杰。那你我这边嘛要赶紧进行，阿姐一定嘛会配合我。这，那呢，咱就这样进行就好，唔免烦恼，别人会跟讲啊。其实我今日找你出来。 是要甲你讲公司的代志啦。天成建设、甲咱亚洲集团、合作养生村开发案的代志，因为人凤阿姨过身啊，天成建设的股价落甲真严重。因的经济合作的厂商拢取消合约啊，阿你是亚洲集团的总裁，嘛是天成建设的合作伙伴，我敢会当拜托你，卖伫咧这个时阵。 对天成建设落井下石，继续甲因合作养生村。你找我出来，就是阁怎样来吃？因为养生村是俊英在生的时阵的梦想，虽然讲俊英离开啊，也毋过野生也是伫咧继续这个计划。若是即马停落来，我会感觉真对不起俊英。 静，我放心，为着你，我会对天成建设让你上天。明仔载啊，就是同桌登记，天成建设跟亚洲集团嘛做伙举行。我看安尼啊，无明仔载，我做伙参加，你看安怎？好啊，有你的保证，我就放心啊。静。 要讲事讲了，但呢，咱还要继续讲事实。咱有真侪时间来讲啊。姐，我甲志云，前面离婚协议书了啊。 我就马上回来，这想着秋姐，因为我想要求婚。之前我无情的时阵，我袂去求姐，啊，不过今嘛我袂去啊。我有保证，我一定把所有想好的一切拢给你。明姐，我真正就感动的，啊，不过。 啊，不过我袂为顶一段婚姻的阴影作用行出来，所以我即马对结婚这件代志，还是真有恐惧感。谈恋爱时阵，两个人哦，拢会表现出上好的一面，每一面见面哦，拢真甜蜜。也不过一结婚了后，就完全无共款啊。我无想要。 咱两个真无简单，会好的感情，佮因为结婚变了无共款。明姐，佮予咱加交往一段时间，予我加享受一挂你疼惜我的感觉。我唔过正英，我保证袂佮失去你，我保证结婚了会对佮较好，会予你安全感。正英。 人多好，而且拄着你。珊妮，你是不是啉酒醉啊？啊，无啦，我哪有啉酒醉，我只是甲朋友约来这要散摊。奇怪，我朋友人诶，应该袂倒伫咧路诶啦。
看，我就讲，敢若我无啉酒醉。这边哪样啊？啊，既然你的朋友无来，来啦，你跟阮做伙坐，哈。好啊好啊，我跟你做伙坐。啊，表姐，我跟你讲，我过会当啉。啊，若无安尼，我跟你啉。啊，来来，表看卖，看什么人先倒来，好不好？威特，一罐，搁摕一罐来，啊，搁一个杯啊哦，多谢。姐，我想要分手，你做哪讲？姐，我是接到你的简讯，我随赶来啊，结果拄到落去塞车，安怎？你的笨手，我对你改出来哦。好佳哉，我本来嘛想讲，甲伊讲完公事就要离开啊，也毋过我知影。伊袂这么简单就帮我刷，所以我们才找你来动伊。有你陪我，一定唔敢有别人来。虽然讲迄个张明杰只毛你阿廖死死，也毋过你也是较细腻的。你用你家己做孽来钓伊，啊万一钓袂钓，啊搁掠讲，死到伤害你是要安怎？我知影，我会较细腻嘞。反倒张明杰就差这一步啊。我一定趁胜追击，会一无所有。明姐，是安怎？你的面色哪无啥好看？静，我真听你的建议，用钱去买万隆股票。啊，不过我甲这个代志，甲伦凯讲，我想讲，加一寡人来赶紧甲股票炒搁较快，搁较紧。叫头早，你来跟我讲，你股票是有问题，真有可能是讲假公司，要赶紧走。哪有这款代志啊？微博的分析一直拢真准啊。我跟罗永凯，拢来研究股票的市场，所以应该是不敢讲啊。讲哪讲，咱拢不是人啊，还是靠人啊做啊。罗永凯应该是会当胜利。静，你挂定立场，卖做最后路障了之啊！我知啊，我马上等伊处理。三妮，你啉酒醉啊，卖个你妈，行行行，我送你来等啊。要等去啊？行，咱来等啊哈。好啊，咱等去，等去才啉啊。阿姐。张明杰已经知影万隆生计有问题，而且伊家己手头的股票拢卖掉啊，咱的计划是毋是失败啊？张明杰伊的心机这么重，所以我才有准备好一个 B 计划咧等伊。安尼就算讲伊有法度过西丽桥，伊嘛无法度过虎尾溪。阿姐，你还阁有啥物计划？李白。阿姐。阿姐。对啦，所以就互因两个去进行计划就好啊。啊，那你只要配合演出就好。阿姐，我已经准备好啊，只要你讲一声，我马上会当进行。阿姐，恁的计划到底是啥物啊？哥，啊你是安怎啦？啊哪会油头甲面啊？想袂到，我查某囝无死呢。想袂到我竟然阁有一个查某囝活在这世间。你是咧讲啥啦？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
好了，我从你代志讲明听啦。差不多咧30年前，迄阵我娶许月娣，伊尾仔随有身啊，啊，伊阵强要生的时阵，才发生一场真严重的车祸，结果巴肚内的查某囡仔全无去啊。结果今嘛。 既然有人来甲我讲，我这个查某囝无死，还佫摕我查某囝的头毛，叫我去检验看卖，做亲子 DNA 的检验，我就直接去检验，叫检验出来，真正是我的查某囝。我罗国雄既然有一个查某囝，佮活伫这世间呢？啊，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啊？是讲？ 你刚确定讲，迄头毛真正是恁查某囝的？也是其实只是有人咧甲你创治啊？我嘛希望是有人咧甲我创治啊，啊，不过迄头毛是我亲身摕去检验所去检验的，检验报告一个出来，嘛是我头一个摕到的啊。那你讲，这代是真还是假？照你安尼讲哦。 恁查某囝应该阁活的啦，是讲讲起来，这嘛算是一件好代志啊。嗯，只是，是啥物啊？既然伊阁活的，那安尼这30年来，伊人是伫咧倒，啊是咧做啥物工课？啊是安怎无爱甲你相认？啊，即马煞阁以这种方式出现伫你的面头前？ 不过，你袂感觉足奇怪？有影呢，听你所讲的，确实真侪所在真可疑。嗯，除非伊家己毋知影家己的身世。啊，不过即马阁有人主动甲你见面，敢讲伊是毋知影情形之下，去互歹人利用啊？ 无啦，你莫遮尔紧张啦。拄则我讲的嘛，只是我咧摇的尔啦。无，你讲得就对的。假使我的查某囝若阁活的，伊若是知影伊的身世，照你讲，应该来找我才对啊。啊，是安无来找我？真有可能哦，伊受人利用，啊，无就是受了控制，啊，若无，伊就是已经受了伤害啊。哎呦，罗哥。 不管怎，即马想要紧的，就是讲哦，赶紧找到恁的查某囝，啊，确定哦，伊平安无代志才是上重要的。唔对，只要我查某囝阁活的，我一定要找到伊，我一定要回转来我的身躯边。安琪，多谢你甲我提醒，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啊。会当甲你斗三工哦，我嘛就欢喜啊。好啊啦，你无用规工啊，你先出忝的，你先去你休困啊。好啦。 我想休困了。嗯。阿姨，罗国雄已经中计啊，伊即马一定会尽全力去找伊的查某囝。真好。 那呢，咱就当来进行咱的后一步啊。 阿周集团甲天行建设做伙形成的养生村动土仪式，即马要开始啊！今仔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实在就意义的。咱即马从华夏来欢迎阿周集团的总裁张明杰先生，也佮有英雄集团的总裁罗元凯先生，也佮有雍容华贵张女士。
伊是张总裁妈妈，伊真正足好教囝，教出一个足了不起的后生，真正是全天下做妈妈的模范，请大家甲鼓励一下。主持人讲我是模范妈妈，哎呦，讲了足好诶，我较想做老家囝对。妈，大家拢为着你好无啦？啊，多谢您啦，多谢多谢。明姐，你这么有出团哦，你一定会做比尹美凤较好啦。迄阿舅集团哦，有你来打鸟。一定黏咪哦，来比世界集团、宇宙集团哦。好了，妈，动土典礼准备开始啊，大家等一下。再见。明姐哦，我看那国际大明星同款哦，安尼行在星光大道嘞。啊啊！哎，妈。你有压力吧？哎呦，哦，穿到这件裙带这么悬哦，啊，迄路我坎坎坷坷，你吼后边来跟伊讲啦，这红地毯哦，爱铺较平的所在啦，哎，这足危险的呢。哎呦，好啦，我知影。我靠！哎，谢谢。谢谢。嗯。张妈妈。啊，你有要紧吗？啊，无代志啦，无代志啦。干妈，这里。明姐，我两个股票，你敢处理好？继续去抱，就危险。放心吧，我已经处理了。之前我支持你的所在，再慢慢去搞。商场无永远的敌人，也无永远的朋友。会当互相斗相共替对方赚钱，就是好朋友。咱继续好好合作，互相斗相共爱就好。今麦欢迎天成建设的李雅欣小姐。这届养生村的计划，全部拢是伊负责的。也阁有济林病院的金佩芳董事长，加 Kiss 集团的钟珊妮小姐，我认为丽林养生村真正予养生村足大的加持。相信养生村以后有济林病院加 Kiss 集团的配合，一定会变得更加完美，更加予人满意。咱欢迎张总裁为大家讲几句话。哎哎，可惜我继续拍落去啊！各位贵宾，今日我真欢喜来参加这动土典礼。养生村是亚洲集团。甲天成建设发表真久的结果，今仔日终于有成果会当出来，我心内真正足欢喜。我希望将来养生村不但是予士大人会当有搁较好的居住环境，也会当予少年人有搁较侪工作机会，安尼才能发挥出养生村上大功能。
多谢大家。今仔，请天神建设李亚新小姐为大家讲几句话。各位贵宾，这个养生村的计划是亚洲集团创办人的孙叶君英先生在世之前上大的心愿。前一阵啊，我的妈妈也离开我，我深深体会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款遗憾。今嘛，我要将这款遗憾化作力量，让养生村更加尽善尽美。来将我有法度搁对妈妈真个孝心化作大爱，好我照顾搁较侪是大人，互因伫个养生村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多谢大家。真正是予人足感动的，相信养生村在充满爱的气氛之下，一定会变成是大人修养上好的所在。今嘛吉时已到，请准备动土仪式。这是你的港头传来亚洲集团的传真，你看卖嘞。天成建设员工即日无限期罢工，所有预定建材配合工料的厂商宣告破产，无法供应原料。总裁，什么无限期罢工？天成建设营运是不是有问题啊？各位，天成建设该环境要怎么讲？亚洲集团是完全不知啊。李亚新，今嘛到底是怎做？你是问马上？我无问马你任何代志，我昨才甲工头讲好啊尔，我无听讲要罢工的代志啊。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根据我对天成建设的了解，因并无资金周转问题，而且逐个月拢有固定给工人薪水，建材原料嘛是同款，拢有咧付款，所以这绝对是误会。摸唔着，这一定是有人恶意重伤，还阁需要查证。严哥伊传真到亚洲集团，就是要公开这件代志。我想应该无可能是恶作剧。天成建设的工程若是无都进行顺利，就是违约的行为。亚洲集团也当要求赔偿，请大家放心，天成建设的营运绝对无任何的问题。阮是一间真认真的公司，而且背后还佫有海顿集团，还佫有JR集团的资源，我保证绝对会当如期动工的。我嘛相信这一点，所以请大家唔免烦恼遐尼多啦。总裁，咱是照计划动工啊。好了，既然董事长拢安尼讲啊，那安尼啊，咱就什么人传简讯给我？在这种场合，这电话来就是嘞。哦，是嘞啦。啊，是讲哦，我落来未看到你，甲洗耳塞啊，啊，明仔重要要安怎嘞？啊，
各位，今日发生这款的转变，和养生村的进行，还有真侪变数。为着要对得起亚洲集团所有股东，我决定要行政处理。所以今日的动土典礼到这为止，我阁选择一天重新动土。什么？你讲要促销？这要哪有用的啊？你哪会阁因为一张传真就要促销原本的计划？安尼是会耽误到后壁的工程进度呢？我今日才接到这个消息，对你是不是会当如期的进行工程，还阁有建材的提供，我拢真怀疑。我无法度把这么侪的资金，还阁利润，还跌落去。我需要等到那个提供较稳定的保障，才能继续经营。这是阮配合促销的问题。天成建设并未因为安尼就停止营运，阮一定会在上短的时间内解决建材还阁有罢工的问题，绝对会当让工程如期完工的。你的口头保证有啥物意义啊？难道就无需要承诺？你也想，这段时间天成建设伫市场上还阁有真侪不利的条件，亚洲集团会当继续跟你合作，是仁至义尽。卡叔公。你研究都不完的，那呢？我会怀疑你是不是有不良企图。咱双方都无得互相信任，那以后就变哪合作？各位，今日的活动到这为止。是的。先生，米姐，好不好？你刚刚等了几分钟？先生，米姐，杜家张明杰明明就要答应照计划动工啊，是安怎？伊妈妈收到简讯了后。伊表情变甲遐尼奇怪，而且就马上把简讯删掉。这内面一定有啥物代志。伊宣布要停止合作，啊，即马是要安怎？伊天成建设的规模，伊根本无法够家己去完成这养生村计划。你先卖烦恼啦，我会想办法，搁找张明杰讨论，说服伊。罢工也无要紧，我袂阁予你的计划阁受到耽误。今日这个动土典礼一定要继续进行。就算讲天成跟他只我一个人，我嘛一定会甲养生村起起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帮助我。
这个人乃有军有家有钱的影片，万一传出去，让人知影，想要叫人查，乃我的惨。你到底是啥？为什么会这个影片？我已经照你的意思，我要跟你也是。你来把影片关一条，闭关闭关。你到底是什么？带我去等丫头，你到底想要从啥？冬云姐，你看到我无需要这么紧张啦，只要你愿意，可以当跟我做朋友。确实是，你真正是打不死的高手啊！我已经让人三镇出局 ，Game Over， 竟然都决重新上场。雷卡塞里，这款游戏。你是成就你这种的胜者吗？不当胜。那恁你敢讲唔对啊？有钱人较惊死，我这款胜者人是死袂惊。若真正要算，我这个烫脚脚的，绝对比你这个穿的搁较敢。别讲废话啊！你用鸦片的威胁，你背后纵横天成建设，这样呢，你就等于是，让你心怀凌雅心肝歹。你到底有啥？甘公，你真正想要把天成建设部门弄死？张明姐，即马主导权在我的手头，你无资格问遮济。我想你一定真好奇，我是安怎摕到这个画面的？也毋过我无可能甲你讲。我想，这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天公伯啊，知影我伫咧走投无路的时阵，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会当东山再起。风水轮流转，即摆行衰运的人，应该是你。我即摆是亚洲集团的总裁，那想好衰。只要我把这个画面传到媒体，那呢，你辛辛苦苦为亚洲集团抢回来的物件，还佫有业界所有的资源，只要一动，拢总拢会好用。而且，你得向乖。关到头门，嘴手白，再去用放出。所以你即摆唯一的选择，就是跟我做朋友。也唔够你放心啦，我这人真有义气，我袂出卖我的朋友的。你到底想要创啥？我想要创啥？我有我的打算，你只要配合我就好啊。你嘛放心，你跟我做朋友，唔那袂失去你总裁这个大位。而且也袂吃亏，安怎？要跟我做朋友无？唔知谢子奇到底是要变成怎？我看，还是暂时先配合伊。等信任我以后，我再来想办法，把这个摕倒转来。到时阵，我就免阁烦忧了。好了，我就交你这个朋友。那呢，就放我轻松，做伙洗一下温泉。歹势，麻烦你替我查一下，昨昏罗高雄先生伊收到迄个快递，寄出的住址，敢真正是迄个龙泉大饭店？是啊。那你阁麻烦者，是毋是迄查某伊寄？毋是啊。这个人连相片都还袂看清楚，就讲毋是。一定有问题。好啦，多谢交叉。你做得真好，多谢你。不是啊，
你敢没回答我？你是安怎要摕一个红包给伊啊？秋来的风，只有风会当吃月香。